热热热，热浪一波波，暖暖暖，地球暖化像火锅。为什么冷气加电扇还是热得想解脱？因为你用错风扇啦！一般的风扇吹出来的风是散的、乱的、不集中，对于室内的空气对流发挥不了作用，所以你会觉得吹暖风、吹热风。冷气机还要一度一度往下调。电力公司常宣导，冷气房内配合电风扇使用，可以加强冷房效果，但要选对风扇才会凉，选不对风扇耗电又伤荷包。现在划时代的产品熏风双涡轮负离子循环扇，又让您体会什么才是真正的最佳冷房省电帮手。熏风双涡轮负离子循环扇采用独创的涡轮导流式风叶，它能吹出龙卷状风柱，就像潜水艇推动涡轮的原理一样。这个龙卷风柱以漩涡状方式直线吹出，熏风更采用了双培林军用级马达，能够连续运转5000个小时。它速度快又吹得远，吹风距离可达6到15公尺，所以可以把冷气机吹出的凉风快速循环在室内各个角落。熏风双涡轮负离子循环扇又有2个独立循环扇，随着环境可做不同角度、不同方向的调整。机架最大转角180度，风扇摆头可达90度。如此灵活运用，可以做到超广角360度全面送风的快速冷房效果。熏风双涡轮负离子循环扇千变万化的风向组合，多段式风叶摆头定位，让您不论是在客厅、办公室、卧房，不管是小平数、大平数，统统能够快速逼退热浪，送来清凉。熏风循环扇多段式调整俯仰角度，可真实达到全面性循环气流的目的。所以在冷气房中有了熏风双涡轮负离子循环扇的加持，不仅可以快速全面冷房，更可节省冷气耗电。用过熏风循环扇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凉，真的只要2分钟，马上凉飕飕，舒服凉爽过夏天。一样是循环扇，熏风真的比较凉。熏风双涡轮负离子循环扇利用热空气向上、冷空气向下的空气力学设计，可以集中风柱，轻易吹起沉在地板上的冷空气，快速循环室内空气，降低室温2到3度。熏风有强、中、弱3种风速，更有负离子净化空气的功能，让您在享受凉夏之余，也能呼吸健康好空气。熏风双涡轮负离子循环扇100%台湾制造，7大超越无与伦比，超节能、超舒适、超优风叶、超强风柱、超清新、超大马达、超耐用，还有3000万产品责任险，所以选熏风绝对让您最安心的度过炎炎夏日。